后我便一无所有。现在我要喜欢上对手。You're so beautiful, 我的背对着 sea so beautiful. You got me going crazy, feel so long. Every time I just wanna hit the phone to make you go, but make it slow. 脑海浮现两人的画面，超载对你无限的想念，重复播放我写的音乐。Oh baby, no way. Can I say the words before? 喜欢你我从来不肯说出口。When you are gone, all my homies just want to know you also. So I wait for you, I think about you.Baby, don't go just me by my side. I only want you all alive. Baby, I won't hold you tight till you're no longer min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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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看着你的脸 If I can, if I can 我想把你带走你是如此的完美 You look so goddamn perfect Making me so paranoid No, no pain, no gain No time to waste I'm doing this again and once again付出我的一切让你感受我是如此一般珍贵为了你掏心掏肺为了你精心准备为了你用心体会为了你细心应对为了你重新改变为了你担心一切为了你 I can do I can be everything every dream for you I change all things going right going great 黑洞的时间还能掌握你的一举一动我掌控 I've been the phone You said I won't get you wrong 我放下了我所有只为了到你身后你是我在乎的拥有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世宏。我爱玩音乐，爱唱歌，爱创作。当然，我最爱的是粉红色。但是别以为我只会唱歌而已哦，我最想和你们一起听音乐、聊音乐，还有分享音乐，和你们一起分享喜怒哀乐。我还想跟你一起玩音乐游戏，教你弹琴，还有很多。到时候看我节目就知道喽。每周二晚上7点半，喜欢音乐、聊天，还有吃好吃美食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收看麦卡贝直播。吴世宏想上去拼个音乐台，但你怎么会来抬杠哦？欢迎回到粉红音乐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侦查庭。今天我们侦查庭。来宾到底是谁呢？就让我们来好好介绍他一下。我需要拿麦克风吗？不用。好，我们回来节目现场了。不知道大家在这短短的3分半里面做了什么？有去尿尿吗？靠我们第一次。好，线上开始有一些朋友在留言了，好热好热，好听。还有毅哥，有人跟你打招呼了。哎，不对，我们还没 Q 他出场。对不起，今天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容我郑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底究竟是谁来我们家呢？噔噔噔噔，从小来，我来跟我学。别，我们要一个很震惊的。好好，从小时候学习古典钢琴。从小时候，不是你学归学，你不需要当鸭子，不，那个叫什么？这鹦鹉。鹦，对，八哥。并且喜欢听流行音乐，周杰伦、王力宏、陶喆，在一次因缘际会下弹奏了周杰伦的《退后》，于是他这个人就一直慢慢的退后。他们前进是从此深深爱上退后，爱上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并且开始自学研究流行音乐创作。什么？哇，又来一个小天才！我待会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天才。多天才呢？从16岁开始，陆陆续续的累积自己的创作。哎呀，这个并且呢还考取了台大，
看错了，台中以及新竹等地的街头艺人、开始在市区街头自弹自唱表演好像说到自弹自唱，我就是不让他出场。最近街头艺人的议题吵得沸沸扬扬，沸沸扬扬，待会儿再跟大家探讨街头艺人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创作作品、还不错，也曾经参与了喜欢音乐的原创音乐人培训。你要注意他这里的用词、他说陈仓音乐了，陈仓音乐就表示曾经参与了，对，并且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EP 啊。什么？为什么即 Getting Up， 并且在 Lexi 做的首次售票演唱会，擅长流行 R&B 抒情电子曲风以及改编歌曲浪漫，并且在 YouTube 上累积超过百万的点阅率次数。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叫什么名字？洪博弈。哎，博弈跟观众问你好。Hey, Hello， 我是洪博弈 ，Boy P B O I I I。Boy P B O I I I。博弈、对对对。抱歉，我太激动了，就有一种，不知道，叮叮叮叮，就是有一种要隆重介绍你出场的感觉。刚刚感觉快要到，就觉得很顺，然后后面名字没念出来。对不起，因为我太早把稿丢掉了，而且我怕念错，我再确认一次。对，真的是一个英雄出少年了。博弈，正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关他，完全没有意思。那个博弈今天来我们节目，对，大家跟我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说对这节目吗？对，就是你一进来，或者是我们刚刚前面在拉勒这有的没有的。我觉得很，我现在的麦有声音吗？我们用这个收讲话，然后这是唱歌麦。OK，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就只有在看麦卡贝，对，这个恭维，这囡仔袂歹。然后多半是谈论电玩的，然后我觉得最近有音乐的节目很好，很好，所以你给予麦卡贝这个贵公司是给予高度的肯定的嘛？对对对，所以麦卡贝加油啊！我们博弈看到了，好像一个长辈在最后面。加油！我们看到了，我觉得我看到卡贝他们最近卡贝、卡贝最近卡到了，卡贝最近有的音乐节目是好的，希望这音乐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好，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叫 BOI， 你知道有个团叫 BOI 吗？我知道 ，Boy， 对，但是你歌路不一样，其实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你这不是在讲废话吗？对，不要以为你是天才，我就不会呛你哦。那个，对，其实是有点像，所以我之后可能又要再改一次名了，如果这个名字不红了。不然你把那个 I 改成 LL 啊，就变 Boy 这样子。博弈，因为那时候想说叫博弈，然后那个 boy 又可以同音，那你应该叫 boy 啊， boy， 可是 boy 好像有人用了 boy， 国外有些人用了，那你叫 boy， 那好吧，没有，那我们之后再换个名字，也许改中文啊，对，博弈也不错啊，反正他也还没，博弈那你就可以线上代言一些，好了，不管你不好笑，人家这个麦卡贝是电玩节目，我们要讲也是讲电玩，你平常有在玩？在玩手游吗？没有，玩英雄联盟而已。上路中路下路，太让我失望了。传说对决对不对？那个，因为我也没玩。好啦，那今天既然你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刚才也说了，你对第一印象就是啊，麦卡贝不错，慢慢有在成长。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麦卡贝。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一个挑战赛，不是，通常这样不是要接挑战赛吗？就是挑战没有啦。好，我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先从主要的主题。就是不免俗的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那应该是其实刚刚已经有介绍过了，大概就是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的嘛。对，谁知道什么时候啊？拜托，也是要讲一下吧。他就是写十六岁啊，因缘际会。不过更早应该是上远古时期，从小幼稚园的时候，那时候都坐妈妈的车去上班上学。你那时候就上班了，上学。我好，然后继续哦，然后他就会放 CD，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这个男生唱歌很好听，然后我就一直叫妈妈，因为那时候是放 CD 的，然后他就说第六首，然后我一直听，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首歌叫《简单爱》，周杰伦的《简单爱》。你说你幼稚园的时候在听《简单》？对对对，然后之后我就才发现，哦，这种音乐特别好听，因为其他都是很老的歌或是古典音乐。对，那时候全部十首只有一首是《简单爱》，然后其他都是
纯音乐的那种交响。我发现了一个盲点，你说你这是非法下载 MP3 的，对对对，被我发现了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就是烧录在同一个里面，然后不一样的歌曲，以为是这样，这样非常不好，对，可以啊，可以接受了，对啊，都必须都会有经过这些过程的。嗯那所以你那时候就听到了简单爱，所以你就爱上了音乐。我就一直去找类似这种歌来听。所以你的听的音乐的、嗯、不对啊，等一下，那中间又有另一个盲点。你说你幼稚园那时候大概才三四岁吧？对 对, 對，那时候就又爬着跑去找那个幼稚园已经会走了、哦，幼稚园会走路了、哦。对，这么快？幼稚园不然他怎么去上课啦？有道理哦。可是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幼稚园找得到其他音乐，就会说。想要听其他歌之类的，类似这样的，嗯。小学小孩、幼稚园不是应该都要听那种就是哥哥、爸爸真伟大？没有没有，因为年代不同，他们现在他们最低阶的就是听周杰伦，再来就是听 dubstep， 再来就是 EDM，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脑袋已经被注入太多有色的思想了，不是注入太多很特别的音乐了。他们这一代的，我们俗称为后面这一代。后面这一代九零后，所以没有。其实我跟你算是同，没有，应该我他是零零后吧？你是零零后？哎、欸，没有，九五。你是九五，九零后。那你九八？我九九九加二，不是加二、啊、加满，九二加满，没有，我九九四的。嗯，好，那刚刚既然已经说不对啊，你这跟稿上面写的不一样啊。你说你是听了、要照稿念是不是？听了周杰伦的退后，你开始喜欢上音乐，但你这里写的是。今天要带来的刚好碰巧就是周杰伦的音乐，周杰伦的音乐，嗯，对，周杰伦这首这我也挺喜欢，杰伦就是看到世宏哥很会弹周杰伦的歌，我就特别、啊、好说好说，希望可以合作的，可以可以，你加油，有一天你也能像我一样的，okay. 很少有来宾你可以这样子，终有一天你能像我这样子弹琴信手拈来的，好不好？你好好加油，你还年轻、啊、，OK， 好，那今天换你来弹。好，哎，刚不是蕊、哦哦，所以是刚才是吉他，他吉他，哦，好，我这样换位置不方便啊。不会不会，其实还好，但是没关系，你的吉他没有收音，哎，没收音，这样听得到，这样可以直接。今天就是可以来个。你线上都不留言，我们怎么节目怎么继续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对他们太凶？会吗？你想要再听你唱韩文歌，那我们就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带来这首杰伦的《Bag Off》。Bag Off， Bag Off。你要带来 EDM 版本的？没有，还是正常版。对，吉他有点难做，那就 A 调的好了。啊！突然又要 A 调啊？你刚才不是讲那个？也有降弦吗？没有，因为我忘记带 cable 夹了。哦，没有 cable 夹，这里有。欸、有我只要弹指一下 cable 夹。OK， 嗯，没有，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经费可以请那个。好，谁 Q 谁录？好，大家可以一边留言说，哎、欸，你们第一次听到流行歌，你觉得很喜欢的时候，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跟你们一起讨论。那我们先听博弈带来这首周杰伦的《退后》。退后。好。欸、可以给你伴奏吗？你这样不行哦，你先弹，我跟你。好，那我弹钢琴好了。哦，啊、那我们弹 C 调好了。没有没有，就是降 B 调。要低调一点 ，C 调。哎、欸，让你展现一下钢琴的才。哎、欸、，cable 夹来了。哇、哦，真的有。哇塞。好，那给你用好了。我不要，我要弹钢琴。好。那你就不免俗了，不免俗去弹吉他，弹吉他，弹吉他。人都不见了吗？哎、欸，对啊，现场都没有人了吗？线上，你那个，让我来看一下。小事，小事。好，那我们先喂，再继续带来这个降 B 调。好，OK，继续。
结局，像呼吸都无法停息。抽屉泛黄的日记，榨干了回忆，那笑容是夏季。你我的过去被瞬时间的忘记，缺氧过后的爱情，初心的眼泪是多余。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退后，信誓旦旦给了承诺，却被时间补了空。我知道我们都没有，谢谢。最后一句啊，果然是 R&B 周杰伦的听众，有 R 到啊，有 R 到 ，OK，OK。Okay, okay. 其实这首歌真的是神曲。对，我还记得 MV 是、MV 是那个 Hebe 在打架，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后退，从头到尾后退到结束。好，带来这么感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小时候的回忆？就是每次我听到周杰伦，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做过的好多蠢事。你小时候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念书啊，去学校。我说就学校，也许学校的那一种。我那一堂课可能没有专心在上课，我带着 M 听着 M 听着 MV 站听着 CD， 然后戴着耳机，对，偷偷趴在那边听。然后其实就想到，哎、欸，我那时候在计划着要做什么，因为我等一下好想要去打球，一定要站到球场什么的，一定要站到球场之类的，然后就被霸凌。好，这样。哎，那个 B O I I 是你自己的朋友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其实有拿你的手机，然后开始这样。应该是我的朋友，对，你的朋友。线上朋友雪鱼，自从听了英文歌之后都不听中文歌，所以你不听我的歌喽，雪鱼，这样子不行哦，我想唱是中文歌哦。玉婷一开始听过我难过，你们怎么听那么没营养的歌啊？难过是啊，没有啊，好啊，有营养。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我难过这首歌。我们就不评论，我们直接继续再回到博弈的身上哦。关于接下来，你发的 EP 是有数位上架的。其实我刚刚看到后面有表示有，因为我们那个 EP 是寄过来，是不是白色的那个？可是不知道之前是谁来的。你看上面不是你来的，结果哦是原创音乐的合集嘛？对，因为有时候曾经参加过喜欢音乐原创音乐合集。哦，原来如此。你看我蹲在这边，为什么你要蹲在这里？不是，让他看一下，他是蹲着的这个。哦，这真的有。现在放的这个歌就是这个合集里面的。没错。对对对。我来看一下，假装有被你送专辑。这个好像蛮好的，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发表自己的作品。对对对。那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自己编曲？对。自己编曲，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编曲的？然后，对，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上大学。那时候家里比较无缘无故多了一台，我妹买了一台新的 Mac 电脑，然后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扛来用，然后发现里面有编曲软体，我就迷上了。哦，这真的是很好玩，一试成主顾。对，所以后来你就变成了。半夜偷东西的人半夜偷东西，然后之后就变成职业。没有啦，就你，我觉得编曲就是这样，你会，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慢慢的，一开始先碰编曲啊，然后一开始当然不懂混音嘛，也不知道编曲要怎么编的手法，后来就开始越摸越熟，从无到有，然后你就会听着自己，明明那时候一开始的作品就明明袅袅的，可是你自己听着，好像蛮有样子的，这样子就会觉得有点那种成就感。对，就成就感，自己听着，哦，天哪，好听成这样子。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因为以前都只能用手机，或是顶多就是电脑录一轨。你看看你们那个年代已经没有录音带了，现在 CD 现在也越来越没有了。对啊，现在应该很少人在听，就是。拿 CD 出来嘛，就是听随身。买了 CD 没有地方可以放，就会把它摆在自己的这种专辑柜，这样一柜一柜的放。可是我觉得专辑它不一样，是毕竟是一个收藏的东西啊。对啊，它是很适合一个摸得到的东西。对，摸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它虽然有点浪费资源，但是它毕竟是值得收藏。对，因为它就好像你吃东西你也不能说，我觉得看吃完就没了。对啊，就是你还是要有一种拥有的感觉。在比什么烂比，硬要讲啊！对不起，好，第一次看这个台吗 ？Hello， 孔锵是吗？那个念孔锵吗？不是孔锵啦，是锵。凯仲凯仲凯凯仲会睡着神了。嗯、这边是你朋友，有认识的朋友吗？没有哎、欸。因为他们不会取本名，我这样看也。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如果是博弈的朋友，请直接说，我是谁谁谁这样子。应该没有人会讲。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听一下你的创作。好，好，你先找，你现在有在问，你们有在线上。好，那你要用钢琴了，对不对？还是用吉他？这首歌，第二首是那个，是我快乐的理由。这首歌是有饶舌的，我想说用那个有节奏的吉他来唱比较。好，这个观念非常正确，思想。非常的不单纯，逻辑完全正确。因为钢琴没有反拍，对，这边可以。谁说钢琴没有反拍？比较难做反拍。谁说钢琴就没办法做反拍？好，要来饶舌了。等一下我们来考一下饶舌。那你那时候创作《是我快乐的理由》有什么故事？对啊，什么故事的？好，一时讲不出来。那时候就喜欢写歌把妹啊，然后常常在学校会爱慕的女孩，然后但是没有地方发泄，我就把它写成一首歌，想讲的话就写在歌里，然后跟她的相处的模式就把它写在歌里，就觉得写完我就把那个欲望寄托在那歌里，没有把到了，没弄到了，啪啪啪，好了，带来这首《你比从前快乐》，是我快乐的理由，是我快乐的理由，好，开始。你的发香飘散左右，你
没说什么，只是一直偷看着我。你手机放的歌是我最爱的那一首，你笑的时候用来回我低头，你想约我却在等我联络，你说要我主动我其实没有把握，想说想说说些什么没说出口的话就被埋在我胸口，渐渐沉默，但是其实你一直在等我。其实你觉得我不错，是不是你等我出手，或者是我多情执着，想牵着你走就想牵着你手，不想和你错过，你是我快乐的理由，就牵着你手靠在我的胸口，不想和你错过，你是我存在的理由。 喜欢看着你在课堂偷瞄着我，喜欢看你想睡时微微点头，喜欢看你在早餐店对我问候，喜欢看你在人群中对我挥手，带你逛街你不希望我太挥霍，你说你想要的是我不是小男友，你说你跟那些婊子不同，你只想要看我害羞时对你傻笑的脸孔，对着我哭你对着我笑，你在我心情不好陪着我愁，你陪着我叫，你说不爱没关系还问我是否过得好， Damn girl 我只想抱紧你不让你跑，你走就想牵着你手，不想和你错过，你是我快乐的理由，就牵着你手靠在我的胸口，不想和你错过，你是我快乐的理由。谢谢。感动的，谁理你啊？不是重点不是通常谁理？我觉得好，谁管你感不感动？我觉得纯吉他然后配饶舌，其实会有一种会把人家吸引住的那种感觉。那所以一直说弹钢琴饶舌，你就被我被吸引住了？可能是，所以我刚才就要耍猴戏了。我所以你就是瞧不起我咯，没有到瞧不起、啊。所以你现在就是你很会咯，那来 battle 啊，来啊 ，music。对不起，这是我们私底下的恩怨，你也可以加入，但我们还是要连成线来对付你。你凭什么写歌把妹？你笑人家嘞！喂，耶耶，我的麦克风没有声音，有吧？张哥总，大家刚刚觉得他的歌好不好听？好听的话，给个掌声。在下面写加一，在下面留言，下面有人说 uncle。睡都还没睡醒，也不是会你听。OK， 让我来认真想一段。我的麦克风可以大声一点吗？一点点，一点点。要。我说彭博弈。我说彭博弈。谁博博弈？我说彭博弈。彭博弈，彭博弈。他16岁开始创作，靠创作把妹，把了不少的妹。现在刚上大四，准备要毕业。昨天刚考完毕业考，然后他的写歌还不错。我其实觉得你有点北兰，你明明弹钢琴也蛮帅，你却说他弹吉他很帅。你说人家会被他吸引，好像我就是个屁一样。你，我操，你妈个逼！其实讲话不用带脏字也可以饶舌，你用饶舌的时候不小心带脏字了。我现在不是在夸奖他，而是其实他真的。帅了比你不是他弹得比较好，可能不是你比较差，可是其实相对之下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换你耶啊耶，两位前辈，其实我没有特别强，只是比较会不是钢琴比较难弹，只是编曲太多都只会弹 C 调对，今天很高兴来到麦卡贝希望大家能叫我宝贝这是 Boy P 几分在意OK 有还要继续吗？就是要让你发挥了，因为你刚才捞得不错，好我被他做掉了，他有没有？他刚刚那一句很凶他刚才那句可以的，很会希望不要不要好了，我还是我们换个节奏哈，换个音乐，不行，哇，第一次被来宾这样地，不过我觉得也只有小朋友那种没有辈分关系，跟我玩在一起这样子，这个凶的，
啊，我说彭博爷爷爷，怎么开头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叫他爷爷啊，爷。不是啊，彭博爷他写个把妹，刚刚唱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对味。这是他年轻的本钱，所以大家记得去他 Facebook 点个赞，然后在下面有个抖内符号，麻烦点进来。今天的特别来宾他真的很会，动不动就叫人家叫他宝贝。今天还来我们的麦卡贝。麦卡贝就是一个不常会嘴的地方，不是我们太嘴，是我们太会。我们现在没有要第一次博弈，可能博弈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博弈呀。他可能平常就很会博棋，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彭博棋。可能你的爸妈希望你能蓬勃发展，我这样呛你不要觉得我针对你，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说你叫彭博棋，是不是？是不是你从小就被说你没有办法？意识到，意识到，不要好了，开始。你要上诉吗？好，不要好了。我们唱歌。哎，什么健康？他刚才都这样子跟我玩开了。我们这是一个就是健康教育。好啊，可是我在相信，因为名字很容易被人家取错啊，是不是有人会这样子跟你玩？嗯，对对对。不过我后来觉得还好，那应该是国小。我小才会玩的吗？我怎么玩到长大还在玩？龙山大屁孩，噔噔噔，屁孩，对不起，物以类聚，没关系 ，OK 啦。哎、欸，他很大气啊，对，而且老子还赢你，不会啊，大鸡鸡还好吧？洪博弈，博弈听起来蛮那个，这个应该是很熟的同学才敢在那乱说。我刚刚有看到那个你们在说的那个。樊先生，李先生刚刚有在线上，嗨，李先生，其实李先生这该不会就是那个博弈吧？不是，他是叫李胜凡，他刚刚有出现，有看到对？对对对，应该不一样。OK 的，好，哎，有我朋友在前面揪团来看呐、啊，对啊，对啊，大家来看一下博弈，哎，刚刚唱的那个是你快乐的理由，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曲风，因为我刚才听一听，觉得你老舍有点谁的味道，那个。Yeah, Under Lover， 不是，是哎、欸，他的之前有一个，就有一个老者的味道，一个博弈的味道。对，如果讲不出来就不要讲、就是，那就是他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谁，大陆的团体嘛，就是一个双人组，不知道是什么的团。对，不是祥勇他们哦、喔，是。对，好，我们就不要硬聊这个老者了。那你的创作老者多还是抒情多？其实抒情跟饶舌我觉得不冲突，我是说多少哦，应该一半一半，对对对，哦，对，但最近比较少写饶舌的东西，对，为什么？因为抒情比较好把妹，大家说下回去就写一首歌，抒情比较好把妹，然后就变成一首就是下一首 EP 的那个主题主打歌，谁说饶舌泡不了？没有，饶舌的感觉比较不是把妹，饶舌感觉就是要 diss 要凶人家，好像也不一定哎，那。好，不管我们这之后下一集再来探讨这个东西。好，下一集再探讨。我们先回到，你有没有在写歌？其实你现在遇到瓶颈和挫折好像还太早，因为毕竟你还这么小，你应该不会遇到所谓的瓶颈挫折。就是在你这个阶段写歌其实是很快乐的。嗯，对，但是还是再过不到半年就要毕业了。Enjoy 在那个写歌的成就感里面，那再来你会面对到人生更多的挑战，或者是人生新的课题。那时候我们觉得再来这个题目下的不好。怎么说？他就还在人生的那个，就是比较舒服的点，就是说我们遇到瓶颈跟挫折，所以我们换个方法问好了。好，你有没有期许自己在创作这条路上，嗯，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先第一步的话，你会想要怎么样？嗯，其实我可能也是希望更多人听到我的歌吧。哦，这个不用多说的，一定的。哦、我们创作就这样，谁说创作？谁创作就是放在家里，我要自己听的。哦、好，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写太多都是情情爱爱的，我希望我可以像国外很多歌手，他们歌很好听，但又可以反映社会现实这样子。哦，对，但是我觉得蛮难的，就是好听，然后又要可以有些内容在实质内容在里面。对，好听实质内容，这倒有点抽象。其实那也不怪你，因为其实、嗯。台湾人除了很时事的东西，我们用一些歌去表达之外，大部分其实
大家年轻人才听歌嘛，可能年纪大一点点的不太听歌了，或者是他们比较忙疏于听歌，但大部分都还是在学生的这个年纪听歌听的都会比较多，刚好这个年纪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所以难免对就是小情小爱或者大情大爱的，或者是做不做爱的东西就会比较多。对，毕竟还是年纪有关系吧，就是身边都是这些，就可能会比较多这种创作的。如果像你现在大四，你已经准备要毕业，你会不会开始紧张？就是可能你毕业后，你要往哪方面发展，或是哦，还蛮对啊，应该会比较紧张。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毕业就收掉不完了，就可能继续就找个正当的工作，还有收入这样。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对。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收掉。其实，在国外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白天去工作，晚上回家有空时间写歌。对对对，在国外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其实我倒是也觉得，如果你是把音乐这件事情当作想要朝这个做职业，也不是不好，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不正当。我其实很不喜欢人家说，哎，你为什么不找一份正当工作？当然，我们现在唱歌是很不正当，是不是啦？现在是怎样？怎样？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你想要我怎样？我只想唱歌，你却说我不正业。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我只是喜欢唱歌，创作被你悲伤。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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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阻止我啊！我要阻止你。对啊，我们你要阻止我，你不能这样。对，阻止了，你下次要适时的把我拉住。好，对，因为我觉得你会一个，我会冲过头。对，好，不好意思哦，你坐过来一点好了，让我感受一下你的温度，而不是让我感受一下你的气味，也感受一下你的博弈。博弈。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先让他唱一首主曲？不要，不让他唱了，他太优秀了，不想让你唱。那怎么办？不行，你还是要让他唱吧。好，让你唱。好，你要带来一个主曲，对不对？欸，也是吉他吗？对，吉他好了。来宾有点无言吗？你很无言吗？无言薯条。哎，哪里无言？还好。无言了是不是？对。太可爱了，这个回答是非常的真诚的。很好，就是、好了 ，OK。好，再来这首。你还要我怎样？哎，上面是写我有点近视，看是写可以唱歌剧了，哈哈。好，那我就随便下咯。来，现在是下音 OK 了，可以了，来了。每天都过得精彩，去世俗本来
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Oh。好，谢谢。欧了，欧完了。对，刚觉得那个欧完那个结束的 moment 不错，就欧在那结束。Good， 这首是不得不爱，不得不爱跟 SNG 的主曲。对，好听，掌声呢。素，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所以谢谢，不要放弃音乐。好，不会放弃，不要让音乐放弃你。你现在会，我觉得你现在在节目的称号，我有个劝世，劝世四红，然后给大家正能量，因为我相信做音乐这条路真的很辛苦啊，很辛苦啊，苦哈哈哈哈的啊，是你要哭哈哈还是哭着哭哈哈哈哈？他们应该听不懂，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常活到我们节目，可以阻止我们吗？现在哎，等一下，怎么会有？对啊，因为我自己要看自己的节目，所以你防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未来怎样，自己要看自己的频道啊。好，我们再，我们现在回到第四个问题：未来如果你想尝试的音乐类型的话，你会想要往 EDM 那种方向吗？新的，其实我觉得它也没有局限。我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代替他回答。好，你说这边在官方的方面，就是我们不排斥任何曲风，是我们当然会想要尝试各种的可能，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在学习。人家现在还小，你先好好读书好啊，好好读书，唔爱变迄有诶无诶，你好好读书，找一个头路啊。我听不懂台语啊。真的假的？好，我说你要好好念书，这是基本的嘛。但是我觉得玩音乐的小孩最厉害，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很顺利的毕业。人家都觉得我们贪玩玩音乐不正经，可是其实我们为什么好像玩音乐的人都比较容易，而且我觉得其实专注在音乐还有课业上面，我觉得在有些老人家的观念都会觉得哦，玩音乐可能就是不务正业，或是成绩不好。可是我觉得拿你当个比喻，其实就是玩音乐的小孩是可以好好的读书，所以我们要支持玩音乐。你干嘛自己讲他心虚啊？我讲口条这件事情，我从很早以前就跟你说要好好的培养。你看看我们博弈，来博弈，你说一段话。哎，要说什么话？就有一种外国腔调的，我们就自然的谈吐，因为我发现变成好像是我们俩在讲话，对，有点没办法进入你们的，真的你进入不了，是不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年纪到了会有一种代沟，不会？你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吗？应该是闷骚的。你是闷骚？你母羊座的？巨蟹座。你不要自己讲出来，我还没猜。为什么要破梗？好吧，那我猜你是属鸡的。没有，你是属，你不要讲属老鼠的，对不对？没有，属猪的。对，那我再猜一个。好，B 型。是吧？我猜你现在有女朋友。欸、不好说，不好说。有。有，好。那有什么话想对女朋友说？不是啊，这不是这个。线上朋友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博弈的，对，因为博弈他其实如果是很闷骚的，那就真的很难了，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先拉近跟人距离。好，所以我们就必须用老舍。再来争霸战。不要是，你不喜欢这种骂来骂去。其实老舍是一个很温馨的，很温馨。不然我们来夸奖对方好了，因为老舍一般都是。对啊，可以温馨的主题啊，不一定要。好，那我们就用。好，那我先哦。我身为这台主持人，我先。现在准备要失控了，准备要失控了，现在8:50，我们在剩没多少时间，我们台就要时间到了。不管怎么样，先让我来夸奖一下对方，你今天的头发真的帅到掉渣。你刚刚没说，我还没发现你没换衣服，因为我以为你换的衣服不是黄色，黄色的衣服配上黑色的裤子还有鞋子，让我觉得你今天唱歌有点好听，这种感觉，这节奏真的让我哈哈。
我跟你讲，就也想要耍着。来喽，我来喽，来一点特别的。彭博一，你有一点太闷骚，我觉得你放开一点会比较好。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欢迎彭博一。博一，现在跟着我一起念，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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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你是。博一 B O I I， 今天我们来到 A K A Rapping 音乐台，所以要换到你了，替自己打气一下。哎，这有声音哈，来。今天来了 Rapping 音乐台，对，不知不知道还有机会来，因为今天唱的歌不多，但是我觉得还有话想说，但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世界。是不是真的有代沟 ？Yeah， 我们有代沟，好啦，对不起。看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访问，不然这还有。这是事实。哎、欸，我觉得他，我觉得他讲的句句都有道理、欸。他老舍其实，你老舍真的蛮好的，还行这样子，还行，就是一个不懂谦虚的人，还行。我觉得我老没有没有，因为我有看这节目，我就知道好像每个来宾都会被 Q 这个，所以我就不一定哦。你有先做准备？不一定啊，因为有的来宾是不唱这个的。哦，是哦，对，因为他们会觉得干嘛跟你瞎起哄？因为我即兴不强啊，所以这是他们心里的话。我即兴不好，我干嘛让自己偶像包袱丢掉？对对，但还好你也是有包袱的人，我想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代沟吧。因为当两个没有包袱的人在面对一个有包袱的人，就会显得好像有点隔阂。你有看过细胞分裂吗？有。你被阻止了，你被阻止了。我发现这台很多元的，历史到生物，我们是不是还有数学？好，那我们没办法，好吧，那我们就只好先听你唱歌了。好，那你要带来的歌曲，我带来一首创作。对，用钢琴的，好了，好啊，叫失控。你知道我有一首歌叫失控吗？我知道。你干嘛害羞？我知道。你干嘛害羞啦？还是你这首歌就是要冲着我来的？你今天故意选这首歌名，就是想要 diss。我那时候想说，失控会不会跟别人撞歌名？然后我一定撞的啊。可是我在往 YouTube 打，就只有我跟你取叫失控。那你为什么还取？你怎么好意思啊？他都没做。你不要这样牵着我们来宾好不好？他只是想取失控啊。好啦，失控就失控啊，我们今天也很失控啊。好，我们来听一看有没有比较好听，如果没有的话也要，如果有的话也要说没有好吗？给我点面子。好，毕竟好。我觉得他在我们刚那一段后面接失控是蛮顺蛮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失控，就有点喂喂喂，我们忘了换麦。好，对，转圈圈过去勾住啦！所以我觉得我的麦克风好像突然变得有点小声。今天我觉得今天有一种驻唱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节奏，驻唱的节奏。好喽，带来这首博弈版的《失控》。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可以帮忙 beatbox。不要嘞，反正不要嘞，反不要，好了好了。我觉得刚刚快乐旅游那样搭很好听，啊，对啊。下手那么重，让你听完我的嘴。
想想想想掉进回忆里面，别想想想想一遍又一遍，我已经厌倦，却已经深陷，我只能看着你的脸，我只想陪在你身边，当初许多想的誓言就这样重复千万遍，我的情绪失了控，当你声音失了踪，从没有的感觉是我的心失了风，你不明白我的痛，才会下手那么重，让你听完我的最后一首悲伤颂，时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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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很迷恋我，对不对？你后面一直是红是红是红，是红是红是红。哎有哎有哎，这样听起来有像。是红，那他是说是红失控啊？他想要是红是红是红。OK， 那这首歌我觉得很棒，这个词写得很好，是红是红是有是红的，写的真的很还我哎、欸，我觉得这个作品也蛮成熟的。对，你母妃真的是天才。我觉得他写歌其实都会蛮，不会像一开始刚写歌的那种人的感觉，因为他就十六岁就写歌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你给你说，让我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以他这个年纪写出这种歌，我觉得算是很不简单。我的想表达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说他这个年纪写这种歌不简单。大四啊，大四不是还是学生吗？对。这首是大一的时候写的，大一啊，你看，我觉得是有是蛮超龄的，他的作品我觉得成熟度很高，对，而且都蛮好听的，是很好听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谢谢。不好意思，我看到他，我觉得想到 AD， 哪一个 AD？ 玩手那个桌游那个 AD， 我们朋友那个，哪一个 AD？ 没关系，我们就先跳过这个。好好。未来的目标跟计划，你刚刚有问过这个问题吗？还没。所以你对于你未来的目标跟计划是？我吗？对啊。之后的目标可能不管是音乐上啊，啊，以音乐来讲好了，你会朝向哪个方向？我可能会朝向，其实我也是很喜欢 R&B 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就是 R&B RR 的那种。然后其实也很喜欢 EDM， 我觉得。台湾还比较没有人做那种纯 EDM 的东西，就是像那种没有副歌的歌曲，或是说比较前卫前卫一点的，前卫一点。所以你是说现在艺人都不前卫？就是有一种要跳到洞里面的感觉，比较把国外一些曲风让它引进进来这样子，就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对对，不排斥就是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比较不要做以前人做过的，可能做一些可是你做的是外国人做过的，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在我们还要努力，因为台湾其实我觉得这是市场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民俗风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听的其实台湾现在EDM也很流行，你知道很多来台湾办那个什么一些户外的一些 party 这样音乐盛宴，可是台湾人听归听，但是写这种歌也不是没有，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写了结果反应不好，然后就变成好像还是巴拉歌才是主宰这个华语，但相信你就是帮我们破解这道迷思的那个人。好，谢谢谢谢。新的一代就叫你的包袱有比较放下了吗？有，我觉得刚刚弹琴的时候其实就有慢慢放下了。对，我觉得音乐能让我松懈下来。对啊，只要弹音乐，我发现有些人其实在平常讲话的时候都会有点畏畏缩缩，可是他只要一碰到钢琴或是他熟悉的东西，他就马上變。他本来没有畏畏缩缩啊，我觉得他还 OK， 只是话比较少而已。那我们其实就是要想办法把他逗得不要不要的，因为他才，我怕你会觉得来这两个老人音乐台无聊无聊。不会啊，老人音乐台，老人音乐台不对，我很年轻好不好？好了，跟他比起来的话，你会觉得我们讲话有代沟？我觉得还好，只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我们啊，进不到我们世界里面，不知道那个梗，对，我就比较，而且我觉得坐那边有差，会比较。
会比较难切入，因为你不坐过来啊，你就是整个排挤我们，你就这样被我们小圈圈这样。没有，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合力夹攻他。我觉得这样其实换做一种模式，以后来宾坐中间。没有，就是因为刚好弹琴琴摆中间。不过我想要问你，本来的科系是什么？经济系。经济又是一个经济系。怎样？我认识舒涵。哦，舒涵啊，舒涵你。因为你说又是一个经济系，他也经济系对吧？哦，我本来只是随口一说，随口一说，结果讲到还真的有。舒涵是经济系的、哦。对啊，我不知道。我认识他这么久，你之后会朝着你的科系的那些学到的东西去找课，找你的那个工作吗？不会。其实我觉得我在编曲上，我就觉得好像有找到自己生下来天分的所在，我不知道有这种感觉。嗯，我就很投入这样子。这样会太认真了，还是要搞笑一点？不会不会，这样很好啊。嗯、我觉得年轻就是要你现在年轻人。就是需要这样子啊，你要去有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而且其实我相信你的编曲也是，你说有天分，这些不管怎样，但是重点是我们热爱它就好了。对，我又开始在劝世，要有热忱，你就是劝世四红啊，你已经被冠上一个称号，就是劝世四红了。好，劝世红。而且我觉得他有就是达到你的精髓，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会帮我伴，没有跟钢琴，我们弹钢琴都是会这样，会忍不住弹出一些东西。就是在你讲话的当下，他会做出一些不甘寂寞，不甘寂寞。而且这个音乐弹下去，那个气氛就会变了，有没有？有，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要用钢琴来弹吗？还是你要？对，我直接就用钢琴弹好了。好啊，那你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就是……我可以讲，你可以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唱？不是那上面的歌呢？我刚刚听了这个和弦，我觉得很舒服，我想要唱一。这个要问一下，还是不好说，因为我没有上字幕。哦，对，好，那我就唱那首歌。是要硬着头皮先唱。好，你先唱这一首，然后后面再加，好不好？盛凡来跟你 say hi 了。哎、，hello。有盛凡。对，我唱的这些歌就是都是我有在网络上发布的歌曲，如果大家。想听完整版的话，可以上 YouTube 照着歌名打就可以听到。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不能藏私，你现在就给我唱完整版。没有，因为只有钢琴，我的作品。哎、欸，谁说钢琴只有钢琴就不能完整？好，你把它弄成一个很棒，因为这之后会上 YouTube， 也是会在 YouTube 听到的。好，再来博弈的 Candy Crush， 不是 Sugar Rush。好。觉得超乎你想象 Oh you 这一秒最好要跟上，拜托微信定位方向，某个没坐标的地方，我会降落在你心上。
现在开始天天打卡。Come to me, come to me, oh baby， 整个世界都发烫 ，Sugar Rush 变色，甜蜜诱惑无法挡 ，Sugar Rush。谢谢，用尽生命在唱的感觉。怎么说？有时候大家加进来，我可能就会放得更开、更舒服，有放松的感觉，就会觉得大家好像我一起玩音乐那种。嗯，共一起。那你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组团的那种，组团的那种。哦，但是后来组的团都散掉了，这样子。没关系，你会找到更好的团员。对，嗯，我觉得有时候。玩音乐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跟也一样懂音乐的人，然后一起吧，跟其他几来宾啊，或者说我一些音乐朋友，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你类似的朋友，这样会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改编啊，或者是玩，然后就开始嘴炮，然后想一些很好笑的东西想要加进去，对，好听，自以为很好听，然后听完另一个就我觉得还好，然后就开始嘴炮了嘴炮去，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对，然后有时候就蹦出新滋味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嘴炮。我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嘴炮的话，是活不下去的。对，就是嘴，就是我觉得要互相啊，就是那种就是把跟你等等，就是别人看不到的盲点，把它看出来的。有时候还是这种朋友才会就是变成是一个突破的一种。嗯哼，对，对不对？就是在你不经意的说出那句话，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下你最近想要？还有时间吗？有啊，你可以稍微带一下，不用稍微，你就完整的讲一下。嗯，好，我叫彭博义，我叫彭博义。对，那时候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太难记了，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讨论，就取那音取 B O I I I P I P， P 就代表彭，然后 B O I I 就是博义的意思。对，然后所以就叫彭博义 Boy P。对，所以是上 Facebook 只要打彭博义 Boy P 就可以搜寻到你了吗？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赞，因为我的赞还蛮少的。对，然后上 YouTube 打彭博义 Boy P 也可以听到我的作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嗯。哦，记得要支持啦。对，毕竟要支持，好不好？各位，如果有喜欢他的朋友们，请你到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他。等一下，那边有人说快嘴他，超嘴。你刚刚在笑、啊、是在笑这个是不是？你那么嘴，你在节目还在那边装正经装清纯？那你刚刚就不应该是装作那种清纯少女的感觉，那我们都不好意思嘴你，在节目上怕失言嘛？没关系，失言就失言，至少不是失言嘛，对不对？李胜凡在看，我比较不敢。你就嘴他、啊，趁机大家看不到你嘴他。怎么没来啊？这样子。好了，如果有喜欢他的朋友们，还是可以上网嘴他哦，不是，上网去帮他按赞点个赞，好不好？上他的那个 YouTube 搜寻。好，四龙哥，啊，你好像、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会被边缘化，不知不觉的，对，我就默默觉得我好像自己在谈自己的东西，然后好像可以，我觉得我知道我懂他的感觉了，哎、欸，你刚才在讲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还有想要，不关你的事，对不对？难怪我想要突然我就变主 key 了这样子。这感觉蛮好的，你就变主持人，他变助理，感觉还不错、啊，就换一个方式这样。那如果喜欢我们音乐台的朋友们，记得右下角有一个青青的图案，可以帮我们点进去，帮我按一下。今天的主持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们吴世宏粉红音乐台，每周二晚上7:30准时收看我们的吴世宏的 Pink。你到底在讲什么了？还是我来好了？我一直在等你接我话，你知道吗？平常没有讲习惯。你要学着长大嘛，你要学长大。来，博弈待着， oh. 就在这个地方，有一种拍全家福的感觉。好，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谢谢博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抓了帅气的头发以及黄色的衣裳，这个帅气的项链都告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有希望的。我希望就借由这股音乐的能量来替我们台湾注入新希望。好，所以呢，在节目的尾声，很谢谢今天晚上博弈以及尼克还有线上朋友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下礼拜二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吴世宏的
粉红音乐台，我们下周见，拜拜。